singing for the holiday. The happy holiday. Singing for the holiday. Singing for the holiday. The happy holiday. Have a happy holiday. Singing for the sinners and the hard luck winners, long time losers, career boozers, singing for the ones that got away. Singing like I'm praying for an act of God, a revelation. Singing for my savior, my slayer, singing for humanity and the animal kingdom. Hello, 大家好，我是婉婉。今天想提前祝大家圣诞快乐。然后呢，这边已经有点下雪了，然后终于有了一点圣诞的气息。然后我呢，给自己买了一些圣诞礼物，然后算是圣诞礼物的开箱吧。然后希望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小快乐。然后呢，还有就是想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去爱好这些事情，因为我就是因为这些兴趣爱好，所以才决定给自己买的这一份圣诞礼物。然后也希望可以和大家做分享。那我们就开始吧。然后这个呢，实际上是说圣诞礼物，实际上是我已经买了，下单下了很久，然后终于从伦敦寄过来了一个磨咖啡豆的机器，这样子。我先和大家说一下，就是，然后一边开箱的话，我想和大家一边聊一下，就是自己的这个，就是整个咖啡的一个过程，爱上咖啡的一个过程。就是自己以前是在，我以前是在大学的时候是在咖啡店里面打工的，然后呢，在咖啡店里面打工的时候呢，我就是发现，咖啡的味道真的很好闻。然后之后呢，其实我是有一段时间就是没有去特别爱咖啡，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断过，我一直会去在我们的城市里面去找一些好的咖啡，去找一些好的就是味道的咖啡，或者说是好的咖啡师、拉花师这样子，其实一直都没有间断，只是说突然有一天就想自己，就是疫情开始之后就突然想有一天自己就是可以去做咖啡，或者说是去可以尝试咖啡这样子，所以才决定就是慢慢的就是用自己的一部分小积蓄，然后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也算是培养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大家看一下，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磨咖啡豆的机器，绝对超爱。然后我也就是上次介绍的这个叫 James Hoffman， 这个他推荐的一款这个咖啡的磨咖啡的机器。然后我自己就是觉得，既然要买，那就一样就买一个好的。虽然说花了很多很多的，花了很多大洋，但是呢，我觉得是值得的。因为这个我应该会用很长一段时间，并且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我都不会再去买新的，所以我就想说一次就入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咖啡机，咖啡磨咖啡豆的机器这样子。超级开心，噔噔噔噔，白色的，它只有白色和黑色，然后就选了一款白色的，并且他们这一款是永远都是在断货之中，而且只有英国的网站，一个叫 Indiegogo 的网站上面才可以订得到，其他所有的网站都没有售的。我在加拿大找过，而且只有在 Indiegogo 上面，而且我是提前，我这一个单子是10月份就下单了，然后终于到了。我们来看一下，哇，他还送了这样子的一个小螺丝，然后这样一个小刷子，这个刷子其实是挺有用的，可以去打扫的，咖啡粉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哦，这个是一个底座，应该是。这个是啊，这个我见过，这个是就是放咖啡粉的一个机器，它是和那个咖啡机是就是那种 espresso 的机器是合的。
然后现在我接下去的一个目标就是可以买到一个非常好的咖啡机，但是要先赚钱再说。好了，那我就先来开这个大头。你们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比如说你们喜欢什么，或者说是有没有什么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呀、啊、然后比如说喜欢就是喜欢有一些兴趣爱好啊，什么是比如说很多人就喜欢旅游啊，大家也可以跟我说。然后我自己的话就是我比较喜欢，我除了喜欢咖啡，然后呢我很喜欢就是拼图，就是我会买那种很多就是从德国进口那种拼图，然后我会自己在家里面拼。包括我去巴黎的时候，然后我在巴黎的时候也买了一副拼图，然后自己拼完了，然后现在已经挂起来，挂在我们家的墙上了。然后还有那种，我还买了那种 3D 的拼图，就是我平时一个人在家就是会边看剧然后边拼图这样子。哇哦，大家看，超级漂亮，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用它了，超级有质感的。这一款在淘宝上面卖的价钱是6000多块钱加币，我这边我算了一下是加币是1000加币，然后我后来交了一个税，大概差不多120多加币吧，差不多一共是，我想应该是在也是6000加币左右，6000人民币左右，差不多跟国内淘宝上面的价格是一模一样的，超级爱。然后接下去就是在这一个是一个咖啡壶，也是在我这个是在黑五的时候从他们这个 Philo 的官网上面订的，我货比三家，就是找了很多那种咖啡机卖咖啡机的这种网站啊，或者说是实体店啊，我都去看了，只有 Philo 他们家就是黑五当天的折扣特别多大。而且呢它是全部都是8折，我记得，然后全部都八折完之后呢，而且它寄到加拿大的话是只需要付10几刀，就是包邮费然后包税费，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划算。然后美国黑五的折扣真的很大，如果说在国外的亲的话，你们都可以就是真的是考虑黑五的时候买东西。像我去年黑五就是买了一个扫地机器人，今年的黑五就是它啦。我想说就是这个呢是专门用来做手冲咖啡的，所以我觉得有这样子一台机器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它的颜值特别高，大家看到就知道了，好兴奋。大家猜一下是什么颜色，大家猜一下，反正就是跟我最近买的东西的颜色都很像。我有点要窒息啦！揭开神秘面纱，哦，还粘住了。1、2、3，噔噔噔噔，粉红色的，有没有很美？有没有很美？真的超级美，超级美。很漂亮吧，真的超级漂亮，我觉得这个是太符合我现在家里面那种想要的感觉了，所以我就是激动。然后它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是标准的一个咖啡壶，它是还有一个底盘，它是把壶放在这个上面，然后这里是专门就是说你可以设定你想要烧制的温度，然后呢它就可以就是烧制，大家看一下有没有很美，真的是超级美。因为它这个头的设计就是专门用来就是做这个手冲壶的，因为手冲咖啡的，因为它这个水的流量就会有限制。然后我决定再三就是看了亚马逊上面的我对比了亚马逊上面的价格，然后又对比了其他网站的价格，我觉得这一个价格就是 Philo 他们官网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给力，到最后应该是200，我
想一下是200多少加币来着，哦，折合成，因为我是刷的美金，美金刷完了之后是折合成加币是230加币，然后呢就没了，他所有的税费什么全部都包了，就是到家就是230加币，这边的话就是普通的价钱都要250块钱加币左右，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还很划算。叮叮叮叮，今天除了开箱呢，就还想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的兴趣爱好啊，然后还有就是我关于咖啡我还录了一些什么东西，我就除了这两个是大件，我觉得，然后呢，我之前还就是去在网上订了一些咖啡豆，就是这一个是哥伦比亚的无咖啡因的咖啡豆，然后呢这个是 Abodan 的一个，就是一个小的就是储存的一个小的罐子，我觉得颜值也很高，是金色的，这个我应该做过开箱吧，我想，对，就很好用，而且它这个真的是就是扣得住，就是空气进不进去，我觉得也是很好，因为没有咖啡因的话其实它对于就是这个咖啡豆的要求没有那么高，所以不需要把空气全部都抽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然后呢我还买了一个这个 Fellow 的，就是是和他们家是同一个牌子的 Fellow 的，我在网上买的，然后是抽真空的一个咖啡机器这样子，然后它是按中间的这个头，然后就可以释放它的空气，然后你就可以打开来了。这个里面呢我是放了，就是我买了一段时间的咖啡豆，可以就是让这个咖啡豆可以在这个抽气罐里面就是保存很久，然后你就直接这样转很多次，然后它这个空气就会从这个里面被抽出来之后，这个对于咖啡的话它就会保持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就是说变质啊，或者说是变味啊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用的。就你看这里有一个绿色的小点，就是告诉你的空气已经全部都抽真空了这样子，然后这一点还是很好的。另外呢就是手冲咖啡的话，我另外就是入了一个这个应该大家都去，就是这个是手冲咖啡的入门级产品，就是 Hario 的 V60 这个滤杯这样子，就下面你可以放就这种杯子啊，或者说是放瓶子啊，就是直接就是冲咖啡，像这样子一套呢，我觉得就是标准的这种手冲咖啡的这个款式吧，然后你就这样子浇，这样在上面，然后这个就是我的咖啡的一些产品，并且如果你要做手冲咖啡肯定少不了的就是这个滤纸，然后我还入了一个非常可爱的这种小鸟型的滤纸，这个都是 Hario 的，我用的是这种，就是有点像是糙纸的这种就是滤纸，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环保的，所以我就入了一款这个。好啦，今天开箱和所有的咖啡的东西就今天就讲到这儿，我还没有入很多很多吧，因为我觉得只要自己就是够用，或者说是只要能够让这个咖啡的味道能够体现出来，这些产品其实我就已经够了。我明年的心愿清单里面就会有一个就是一个中等价格的一个 espresso 的机器，这样我就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做拿铁啊，然后自己打奶泡啊，然后自己就是享受一杯特别好喝的拿铁了，就大概就是这样。然后今天还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兴趣爱好，我的兴趣爱好呢就是咖啡啊，拼图啊，就是然后有的时候就在家里面就看剧，还有看剧，我特别喜欢看的就是看港剧，因为我觉得香港人和广东人说话的港语真的是太好听了，因为虽然说就是这些剧就是很有的时候可能剧情会特别的扯，或者说是无厘头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我的目的就并不是为了要去看这个剧或者怎么样，我只是想去学听他们就是这个语言就是怎么说话，然后怎么样，这种感觉就是。那你们有什么兴趣爱好，你们也可以跟我分享，然后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直接在评论啊弹幕啊都可以打出来告诉我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兴趣爱好，这样我也可以看一下你们的兴趣爱好，然后看一下我自己有没有在你们的兴趣爱好里面有没有我喜欢的。
当然我自己也很喜欢，就是很多还有其他的兴趣爱好啦，只是说像摄影啦、旅游啦，然后有的时候会弹一下尤克里里啦，偶尔就健一下身啦，但是这都不是我现在就是说最主要最主要的兴趣爱好。那今天这一期就这样咯，希望大家圣诞快乐，然后呢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然后我们下期再见，拜拜。